根据热门线上游戏改编的马奇决战终于在台湾推出咯。玩家要运用魔力等资源，在五格的战场上放置各种生物来战斗。当前方没有敌对生物阻挡时，就可以对英雄造成伤害。而游戏当中的卡片可不只是画风精美而已，每张都有特殊的功能，像是妖精弓箭手可以无视伤害，攻击最高生命值的敌人，而炸弹则可以炸伤敌方生物。除此之外，还有精彩的剧情以及竞技场模式等着玩家来挑战哦。